哎呀，情人节对我这种数码直男啊，真的太难了。我选了几个礼物，你们帮我参谋一下。第一件，铝厂 M80 的猫耳朵键盘。这把键盘在女生群里应该被讨论的很多了吧？可爱的造型还配了个凯华的轴体，从外观到产品力都很值啊。然后第二件啊，我选了个戴森的卷发棒，因为这东西啊口碑非常神奇。没买这个产品的人啊，都说它是智商税，但是所有收到这个礼物的人啊，全都很开心。第三个啊，老规矩还得送口红，相信啊是个男生都送过吧？就我只有一个疑问呢，这送口红什么时候？后是个尽头啊！最后一个，怕前面的送错怎么办？补一台 iPhone 13 Pro Max 吧。直男送这个总不会错吧？哦，对哦，我这台是全新的，整整比官网便宜了800多。你们第一批加价买的，现在疼不疼啊？来啊，拼多多开启了数码百亿补贴 ，iPhone 更是来了全系的破发价。手机要是不满足的话，还有其他的数码产品，点击评论区直达活动。反正嘛，过个节怎么都得花钱，那能少花点，当然少花点了。